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俊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夏如芝。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呢，都会要刻意的去 portray 一种 image。那其实作为自己是最重要的，这样子就可以打动一个女孩子的心。应该还是会用笑容来吸引她吧？对。最糊涂的事情就是，明明他是一个大家口中，而且是连家长或者是长辈都很清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人，那我还是会去 cover 他，甚至把他身上的一些过错都揽到我自己身上。可是后来才发现，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招的人。有一次就约会嘛，然后送女孩子回家，我觉得哦 ，gentleman 应该送女孩子回家。进到电梯里面呢，他突然抱我，然后亲我，然后我整个人僵住了，不懂怎么办，很糊涂。如果我爱的人跟另外一个人会比较幸福的话，我绝对会成全他，就会非常祝福他们，因为爱情就是需要祝福的。糊里糊涂爱上他，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，只在8频道，一定要准时收看哦。